昨天这个空单的持仓还是比较顺利的，在这个地方止盈了个20%左右，这个地方止盈了，就是这个位置止盈了个60-70%，还剩下一点在这个位置把止盈住。这个持仓比较简单，没有什么好说的。刚才又开了个多单，开仓的价钱是28169，止损的价钱是28087，止损在这个位置，盈亏比看的是一个二左右。看到这个位置，开仓逻辑还是一个大的牛棋吧，大的熊棋，看这个大的熊棋，高空低多，因为空间还是比较够，还是有一个操作空间的，所以说做了个高空低多，把它当成一个区间交易来看的，接下来就看它怎么走吧。